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小溪的是吧？对，这样，这个也很性感，很辣呀。我其实在家里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，然后台湾的天气大概有半年都是夏天，所以我大概大部分在家里面就是一件 T 穿这个完全，你如果在夜店，当然男生都会行注目礼啊。没有，我不可能。我其实出门反而不会穿这样。其实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舒服的家居服，我不是为了要耍辣或者是怎么样。可是这很辣，这很辣，因为这走在路上，所有男生都一定会看的。对呀，嗯，所以先生不会说哇，你这样也太正吧什么的。没有啦，就是大家不知道，他。 我觉得可能是再美的东西，每天相处下来也就还好啦。然后我夏天大概就这样，然后夹脚拖就这样走。短裤非常短，然后 T 恤领子很低啊，而且腿那么长，然后又透明，又很紧身。对，企图心很明显。老公，你知道你很 lucky 好不好？真的很 lucky。好，看下一套，下一套了。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哇，这个运动，先看一下运动的。 这是你的，因为其实本来是只有选那个帽 T 跟那个白色小短裤，大部分是我常穿的，在家都穿帽 T 跟那个短裤 这样。你在家穿这个？对啊，对啊，很辣，这个很辣哎。所以先生第一次看到你穿这个家居服的时候，有没有就非常非常的激动？ 其实还好，我新婚这样会不会也很惨？没有很激动吗？他先生怎么不讲话？那种人就澎湃在心里，在心里羞嘛。对啊，三年都不讲话了，你想想。哇，通常我其实是跟那个伟珊差不多，也是一个长 T 恤在家里。对，那如果最多的话，就有时候要倒个垃圾，因为我们家那个地下室就是，所以就穿一个比较简便的短裤这样。嗯，好，你们三位太太听一下爱丽丝一件事情，就是。 你有你先生手机的密码？有，嗯，你可以随时进入他的手机里面。可以，但你会这么做吗？看我有没有用他手机啊，因为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的手机用他的手机，我们东西都是共用，比如我手机没电，我就会把他手机拿来用，那所以我就会有他的密码。他也有你的密码？他有我的密码，那不就里面有什么讯息跟照片就随时看？都可以看啊，像我自己的手机根本就没有密码哎。对啊，就是。 但是我觉得不会去查他的手机。夫妻就应该这样。对啊。你有什么好隐瞒的呢？很多。怎么？应该有密码也是防儿子给你拿去乱玩吧？对啦，因为他发现他打一些有的没的。我老公的密码是我亲自帮他设定的。哎，这样不可以改吗？因为我们俩这方面都有健忘症，所以我们俩要一样的号码才不会彼此忘记号码。 所以先生从来都不介意你看他的手机，因为我从来也不会看。可是你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，你先出去玩的时候，你会叫他用手机拍旁边的人给你看。不是我叫他，是那时候我们刚。而且还不能拍照，要拍动态的证明，不是先拍好。他可以播那个循环带给你看啊。下次抢银行的时候那种。那种循环带。 干了，然后又转过来。不是他每天穿循环带，他干了，哦，可没啊。他要拿当天的报纸在画面里面证明是今天。哇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就是。这是一个好方法，可以学起来。就是那时候，因为我们是远距，一开始，所以呢，他有的时候可能，因为他很怕一个人在家吃饭。 他觉得一个人吃饭很可怜，所以呢，他下了班就会说啊，既然我不在的话，就跟朋友。像你现在回台北来，他在日本就一个人。然后他就不愿意一个人在家吃饭。其实他有时候会在家吃饭，只是比如说你到了 weekend 还要一个人在家吃饭，很可怜呢。所以他就当然会跟朋友出去吃个饭。那吃饭的话，就是我就会说，哎，那你跟谁吃啊？然后他就说啊，陪我跟康永啊、大S啊。我就哦好。 然后挂掉电话之后，过了一分钟，他就传来大家这样合照。他先传给我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以后就是比照办理就对了。
所以是他自己害自己。他先看传来之后，我变得我在台湾，我只要出去玩，他就每次都跟康永和大 S 吃饭呐，就每次没，因为他的聚会的成员都很固定，比较不固定的是我，因为我回来台湾可能就会比较要见朋友啊，以前的同事什么的，所以我每天可能都是不同的成员，然后他也会说，哎，我有寄照片给你，你是不是应该也寄一个照片来给我看一下？所以他每次就会赶快猛拍照，就存很多的备用的照片。待会我们就来看一下。大家一直都要带十套衣服去现场，然后一只换一只，今天就可以假装是十次聚会，跑马灯帮你跑个日期，不给你拍十张。可是的确，你做这么多菜给他吃，让他回家有温暖的感觉。你一旦不在的时候，他回家就会分外觉得家里空空的。他很不能接受我要回来台湾这件事，他就是会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也要跟着来，不然就是如果我再这么常回来，他就要想办法搬过来，因为他就是觉得为什么结了婚还要分开？那结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他就这样问我。你现在是要发作吗？为什么都结婚了，我们还要远距离？他问的也有道理。对啊，远距离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交往吗？对。讲，因为你的先生不是应该搬来台湾吗？因为他如果搬来台湾是真的太大改变，我们就是互相平衡一下，因为他做投资在香港比较有市场。对对对。所以那我想说，就大概是高雄到台北的距离，所以我觉得我过去香港会比较方便。那你像你现在人在台北，他人在香港。香港，对。大家一个礼拜其实有回来两次到三次。他需要用手机拍照给你看他跟谁吃饭吗？不过我刚刚讲到那个爱丽丝那段，我有点吓到，因为那个我先生是会，就是他我觉得那是很贴心的部分。他在美国的时候，他说，哎，我要去喝两杯。我说，哦，好。可是在台湾的我会觉得喝两杯不知道跟谁，算不要想不要想，喝两杯这么晚，好，不要想，不要想。就后来之后，你知道才这样想的时候，哎，我就收到简讯了。他就是 A P P 给我他朋友的照片，跟谁出去，我就觉得哇，是我跟丹斯，又是他们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很职业黑，职业黑。